它一定是用中真味。啊，隐形就不可以用这个咯。嗯，不行，隐形是另外一种。隐形另外一个，这里它很像那个。好，我们要调到 A， 这是普通 A。那边就是三边一样的，那边用什么 A 嘛 ？A 是哪股 ？A 在这边，还是用这个中正位？对，嗯，然后这边没有挡边，所以手要小心。哦，然后你的拉链就是对在这里。可是当然就是有分配它这样子。啊，要从下面测啊。这哦，正面吗？还是反面？过来车哦，这样子车，这个就等于刚好的大边压夹，然后换这边的时候你就拆下来。它有左右边吗？有左右边啊，还是要拆掉？不是在那边咔咔下去就可以了。看这边，我想大边压夹的右边哦，左右把它交换就是大边压夹，它可以拿来包绳也很好用。包绳怎么用？嗯，但因为它很靠近你的布啊，所以你的绳子可以包得很漂亮，可以包很密，包绳哦。